大家好啊，今日为大家介绍 Steinhen 一只 39mm 嘅 5G 带款。大家都知啦，咁潜水款咧市面上系好多嘅，但系咧做 5G 带嘅潜水款咧，其实就少之又少啦。咁我而家手揸住呢只咧就系 39mm 嘅直径，咁做咗 5G 带嘅 GMP 两地时间款式。咁不得不提啦，近呢几年咧好多标迷咧都中意玩 39mm 嘅款。咁 Steinhardt 咧绝对可以满足到标迷嘅需要，因为佢有好多款式都有39同埋42mm 两个 size 咧俾标迷选择。讲翻手上呢只先，咁做咗双色嘅铝圈，衬咗个蓝宝石水晶嘅拱镜，而今次嘅标盘咧就采用一只好特别嘅啡色镭射面，咁成只标望落去咧衬埋个铝圈咧，整体就好有复古嘅味道。咁 Steinhardt 咧就系用瑞士机芯瑞士制造啦。咁今次就係採用咗瑞士嘅 SW330 自動上鏈機芯，儲備動力咧有41小時。咁大家可以欣賞下佢嘅 5G 帶啦，打磨得好細緻啦，一啲都唔掛手。錶底咧都係刻有佢一個好特別嘅圖案，就係海馬圖案啦。咁蝦仔嘅夜光咧一向都唔會令錶迷失望嘅，今次都係採用咗藍夜光。再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呢隻咁靓嘅 Steinhardt 两地时间朱古力呢都係卖緊5000多元，有兴趣可以上嚟门市试下。今集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